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蓝妹。昨天我们班惠州老板送女儿过来，到他那里已经有那么晚了，凌晨快到1点钟了，帮他卸一下牛，然后他又在他那边帮我们买了2头牛，又装上我们的车，都到了2点多钟了，从他那里。离开之后，他送到我们高速路口，然后我们直接上了高速，开车又比较辛苦，就到了，开到了花都服务区这边休息了。那个时候到这里的时候3点多钟了，休息了2个多小时，现在已经是5点多，刚刚亮。这边是花都服务区，这些货车司机都比较累了，都停在服务区休息。这2头牛挺肥的，2头公牛，吃早餐了，买了一盒泡面10块钱，然后饺子15块钱。出发了，回家了。呀，终于到家了，送了一头去，拉了2头回来，好累呀。昨天下午去的，今天中午就赶到家了。现在把牛清下来，我们找的这2头牛还可以，就还了吧。这2头牛是惠州王老板帮我们在那边找的，我们那一头送过去，刚好顺便把这2头拖回来。挺肥的这2头牛，他们那边的牛都养的好肥，是不是？这腿哈，嗯，好小呀。那个你晓得？慢拿哈。你晓得这个的哈？啊，查到那里的。哦，你的哦。我把它拉两个卖给你们的。嗯。这两头卖不了。是不是这样的？我来拿了可以。这个货的，哎呀，这个货的，过不清了这个。水果水。这货。搿趟你搞得来不？我会搞的，那，搿趟你搞得来？过来吧。嗯，来。要2头搞出我这边的2头比较。干脆就挂我干活啦。这2头牛还可以，他在那边帮我们收到的，2头牛15,000。一天一夜累得很啊，你看一身都脏兮兮的，现在饿得不得了了，回去吃饭去了。